这，哎，好了，就是再来再来，哎，他再给你耶，打他的奶头，别来呀，很敏感啊，示范一下，看点哥，先去打他的奶头吗？献出你的肝脏，我听到只要打他的肝脏。小潘，没错，是泰拳嘛，还是就是纯用手打人的拳击啊？他有分啊，有 boxing。那是哪一类？对，我是 boxing 啊 ，boxing 拳击啦，就是只有用手打人，不能用脚。出脚哦，对 ，Muay Thai 就是脚也可以 ，Muay Thai 就是夹脚。你不是书读得好好的吗？对，你对啊，你是我台大的同学，我之前台艺大，你是台对啊，差不多台艺大嘛，台大电机系。对，我之前念台大电机，那是最高分的。对对，但是之前呢，这是一个因缘巧合。之前我念台大电机的时候，就是有一次和同学一起出去玩。OK。然后出去玩的时候，其实就有一个不太熟的白目白目的那一种，就是他朝我脚边那丢石头，然后我就觉得我这个主权受到侵犯，一直逗你就对了，逗弄我这样。然后我就给他一点警告，我就说你再丢一次试试看。警告了，警告了，那他又再丢了，我就逼不得已啊，只好打。你也丢？没有没有，我就走过去，然后往他的脸上正拳。打他一拳，砰！对对，就蹦，然后脸就裂开了。哦，真的真的，意外发现自己的长才了。对对，我就意外发现，原来我这么强啊！哦，好直男的话，哇塞，原来我这么强，原来我天生神力，对对，好笑，为难熟，没错没错，打下去。那后续就不多说，你就哎，我觉得我可以打拳击。对对对，然后就慢慢去训练，找拳馆。对，我大概过一年就是觉得，哎呀，这个手感实在是太好了，我都有点怀念，我就会找一个拳馆训练。啊，你有打过什么冠军？我打过全国总统杯的冠军，也拿过亚锦赛的国手。哇，真的是猛的，可以看他打一下。哎，一打哦，蓝色的哈，敲两枚，哦，跟光头。哦，哇塞，哇塞。这个摇闪之后 ，KO， 对，摇闪之后后手拳呐，哇哇，肝脏拳，哦，肝脏拳，打肾肝这里那个腹部，哇哎，哇塞哇塞哇塞，这个是打无限量级的，哦，无限量级，对，那超屌，80公斤打90公斤以上，哎你哦你真的，哎多高，猛力打哎，哇哎厉害呢，3级1杀，3级哦，自创绝招，哦哟。闪过，闪过，漂亮！这个摇闪漂亮。我靠，下巴敲了下巴就晕了，下巴一定会倒。对，敲下巴会倒。拳击手一定是上头低低的。对对对，要收好下巴。敲到这个哈，一定要敲到这个，这无痛挨揍。拳击手不只要能打人，这个扛还要被打。对哦，对，扛揍的这种能力要很强。对对，肝脏拳啊，其实被打到肝脏，你那个。好像血压会突然降低，然后你就会腿软。哦，所以我们平常都要练习，对，我们平常都要习惯这种痛感了。打过来的时候，他的腹部要立刻集气，对，腹部要立刻用力，用力吐气这样，对，憋住气要憋住，憋住，里面有空气，然后他接上给人家挨打。对，那一次我找路人来打我，我以为，结果遇到一个会打的，哇，哦，这个很硬的。这个要憋气啊！他真的你都没有用任何护具，就这样被打。没有，不是打头就好。哇哇哇！差点被你击倒！哇塞，差点被灌倒我是500块，他灌倒他是1000块。那你愿不愿意来接受这个挑战和实测？对，这次你不会紧张吗？哎，这个好笑。我紧张被气。哎，所以打到胸部来一颗，来一颗。这个好容易被打到脸哦。我帮他做特效哎。哦，他刚刚那个打，因为腹部要打低一点，这里，对，你看他这你打这边横这六块，这个没有问题，你不能打八卦，这不是八卦，这个叫胃丛神经，这啊，对对对对对，等等，我是不是那打到会很不舒服？哎，谈判都嘛是过去，然后啊，这个到底是啪，直接胃丛神经啊，胖一下他一定挂，急到这里直接昏倒。
对对对。哎，那你这个也要，人家也要打准呢。真的真的。我们平常会做一些就是训练啊，我做过最扯的训练就是有一次教练叫我躺在地上，然后一个130公斤的人直接踩上来。哎呦。对，要训练我腹部，对，你就要训练腹部的那个充气的稳定能力啊。无痛挨揍法，肝脏拳，专打肝脏的。来来来来，那就。我点点喽，好，点点了。是他要无痛挨揍哦，点点要被揍。他要揍你啊！然后他放在这里，然后你没有被击倒，我们会给你500。不行了。然后你一辈子有张立东就进来代班。我要撑住啊！随时准备。来来来来，直接哎。哇，好有为啊！来喽！一号选手陈安典，他要使出的是他的右勾拳，到底能不能够一起打倒呢？再来再来，来一拳，全开全开，好，音乐暂停，来来，哎，收一下声音，来来来来来，我刚听到的是有声音的，有风的，砰砰砰的，来来，我的手是会痛，手腕要维持住。OK， 来来试一个哈，玩好听声音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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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打他的奶头。你们会有点敏感啊，你们有点敏感，别来啊，很敏感啊，一个太敏感了，太敏感了。好了，谢谢我们小潘，来，他还有肝脏拳要表演一下。肝脏拳是肝脏拳要怎么那个？就是肝脏拳其实是我很常用的一个战术，是，就是被打到肝脏，你的双腿就会无力，哎，所以。对付那一种就是很会移动的选手，我都会一开始多打他肝脏 ，OK， 对，然后降低他的体力。哦，好，来示范一下，汉典哥，先去打汉典哥，献出你的肝脏。不是，我脚步很会移动是真的，但是也不需要拿来打肝脏。没错，我知道，只要打他的肝脏。为什么？他做错什么了？我刚刚不是故意的，真的。我刚刚要打吗？我刚刚是他们逼我要打你的了。我刚刚不是故意的。太下流，还打你的奶头？对，奶头。不是，是你叫我打他奶头。干嘛？好，来了。好，肝脏在这边啊，然后打到就是会麻掉这样。挡一下，挡一下。好，开始喽。好来。有在这应该还好，我还在。等一下，可是你嘴唇发白，有白。OK， 再一遍，肝脏拳第二发，可以哦。算了，没关系了，不要再这边了，真的啦。OK 了，好，掌声鼓励，谢谢，谢谢肝脏，好厉害，谢谢，多加油了，谢谢小潘。